大家好，我是小秋。我们刚刚下播，然后发现家里面没有米了。我老公说，等一下他就带我去体验中国剥壳鸡是怎么样子的，重不重？不要拉我，让爸爸自己就好了。真的是他说的要想帮忙。哎呦，慢一点放，能放进去吗？就是这个剥壳机，上次我看过，但是我没有体验过。今天我一定要来体验一下。老公，啊、你就拿了一包嘛？一包而已啊，一包要够吃好久。够吃几个月了？大海搞不动，让你哥来就 OK 了。看这机子好精致，不尝试一下。都浪费我在这边那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这一袋是有85斤。再来啊！我要见识一下这个梯子。这个谷子是倒在这里面了、啊。谷子倒在里面，然后它才从这里上来，对吗？上次你来过，但是你没有看过它运作的样子。对，一般我在我们那边我见过那种打米机是这样倒下去就 OK 啦。你们哪个一口在那边的话？因为我哪是双筐啊？还有一个是双筐啊。刚才我看到好像有一个盖盖的。谷子里面有石头，看到没有？全部他自己弄出来的，好厉害哦！平时咱们那种打米机啊，总是吃到石头，真的好厉害！你看，很多这个石头掉在地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打米就拿过来这里打了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更厉害了，那些灰灰他全部排出来。要不然它这么大，肯定要有这些功能啊！真的是好牛啊！我以前我在我老家的时候，我妈妈她每次去打米回来，我总是煮，怎么洗的洗都不干净，还经常能咬到石头，吃饭就吃石头的一样。这个不叫打米机，剥壳机。哎，对。你看我们米现在出来好干净呢，这个。它米不会打烂哈、嗯，它不像那种被打烂的粮食嘞。嗯，这够我们吃几个月了？三个月不一定，我们四个人能吃得完。吃不完。完，爸爸妈妈没有在家。吗？你能吃到什么吗？他每一顿就吃一碗而已。要吃完肚肚哎，才轻松吧。小秋，这是虫子哈。那今天带你来。看了这个机子打出来这个米的样子，也看了它的功能，也给你介绍了，可以挑选石头，挑选灰尘。它的名字叫剥壳机，这个是中型的，还不是大型的。这只是中型啊。我觉得好兴奋，看到这样子的剥壳机真的。
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就是它太牛了。因为你看，我们人呢不一定能做出来这样子哦。嗯，这些里面灰尘石头都是石头。嗯，这么多石头，想想都差刺了。是啊。它先从那里到这里，再到这里，再到这里，有五个工序。这套什么？死了要还，还也干活。就个薄荷机而已，要不要那么麻烦？要那么多工序？就。所以说，我们那种平时用那种哪里比这个哈比不上。这个最后这个工序，这个是那个碎的碎米，它都给分出来哎。脏的那些嘛。对。分出来，但是在这里的到这个工序，然后它分出来。还有会吹嘛？这样。有。有啥？就晾过。这个拿回去。这个摇起来就走啦。嗯，对，拿空心花。你们有拿袋子吗？有。这个可以放哦。这个在里面好。啊。来下来摇米。宝宝平时看到我们在做什么，他也会来帮忙。哟，你看。可以啦哈，等一下爸爸去买糖给你。只要给我米倒出去了，两个。来来，这样就 OK 啦。妈妈弄就行了嘛。来来，糖米。嗯。嗯。哎。呦。好，你不给他做了，马上哭。来嘛。你自己不会走啊？你看他明明可以走，那走。虽然说这里是一个小村庄，但是科技好发达哈。嗯。如果我家里面有条件能买到一个这样子的剥壳机，我老妈就不会天天耐烦说煮饭总是吃到石头。大海去做后面，给他做前面。嗯。上来嘛。今天夜市一直下雨。嗯。刚才来的时候还好。哎呦。走啦，上车啦。回家嘞。他搞得脏兮兮的，一踩我们。今天有没有让你长见识啊？如果说我没有嫁到这边来的话，这些，世面我也是没不会见过的，因为我们那里没有。在我们这边嘛，这种剥壳机很常见的，它这个是中型的。哪里都有了，现在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贵州属于，第几来着都有了，其他地方更不用说了。哦，这是这样的，那其他地方那就更发达哈。对，以前不过你要带我见一下世面，要不嘛，人家就会说搞得像没见过的一样，这个有什么好讲的那种。嗯，之前，这个村跟下面那个是一个村，哦、然后你看到上面这里没有修高速路，它分开来了而已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其实这也不是说没见过世面，见过世面，因为你们那边，确实没有啊，所以你都没见过，怎么知道呢？是吧？也对，也不会有谁责怪我哈。哪怕是我，这次是第二次来，才第二次看到而已。上次我只是摸过，这次我体验到我是蛮喜欢的，下次我就在这里打你就行了。嗯，好，那回家了哈。哦。